英军和越野车国手江胜山结婚将近九个月，被周刊直击现身在月子中心。今日林彦君也出声证实怀孕三个月的好消息。林彦君在社群 po 文写道：“虽然早就想怀孕生小孩，也一直给自己心理建设，但真的遇到时还是措手不及。”更坦言因为被镜周刊捕捉，我去参观月子中心，今早祝福如雪片般飞来，那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怀孕过程吧，并在频道上传自己怀孕的辛酸内幕，透露自己39岁是透过试管的方式，和老公结婚到现在都没避孕，却都没成功自然受孕，而最后经过一番努力后，终于有好消息，就让粉丝们纷纷涌入恭喜，纷纷预祝平安顺产呐、啊。Bye.